暗亭隐帝恭贺世子殿下生辰，特令吾等献上寿礼，送世子早登极乐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走吧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原来是暗亭的罗刹们到了，难怪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这里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不宜见血。没事，几个罗刹而已，根本伤不了我。本来想处理得更干净一些，没想到还是搞出了这样的场面。